厨房摆摊招来恶果，但刘子孙前景一片灰暗。这个后阳台呢，是一个载刘子孙的舞台。我们通常去后阳台是会有个门，但是呢，它是一个全部连在一起的。哎，厨房它整个延伸出去玩之后，对耶，它没有门，而且它都放厨房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台酷失手，都是给它带台高出。